我叫老宋，我加入咗 BNI Sunshine 分会已经3年半嘅时间，我依家亦都系 BNI 香港嘅大使，系一位100分嘅会员。喺呢3年半嘅时间里边，我成功为会员带嚟嘅生意超过3000万。我带咗123位嘉宾出席我分会嘅会议，当中有9位成功申请成为会员。我加入 BNI 嘅时候，都系试过做个黑灯嘅会员。我初初起初以为 BNI 只系一个普通嘅商会咁简单，透过好多唔同嘅培训。 我先知道，原來 BNI 係一個世界上最大、最成功嘅商務引薦組織。加入咗 BNI 之後，令到我個人同埋生意有好大嘅得着。透過好多唔同嘅 training， 其中 MSP 啦、LTM Members Forum 啦、Goal Setting Workshop 啦、Dream Referral Workshop 啦等等，呢啲都令到我個人建立人脈網絡嘅技巧，同埋做生意嘅思維得到好大嘅啟發。喺呢3年半嘅時間裏面，我個人嘅業務有50%新生意嘅增長。 但令我最意想不到嘅係，喺 2017年，我透過 BNI Connect Global 嘅 webpage， 我得到一款由日本製戶外仿冒港澳區嘅代理權，亦都因為呢款嘅產品，喺 2018年，我做咗4個新嘅工程項目，當中包括香港大學同埋浸會大學，總樓面嘅面積超過8000尺。因為有以上種種嘅得着，我決定幫助更加多中小企嘅老闆利用 BNI 呢個 referral marketing 嘅 system， 做更加多嘅生意，得到更大嘅價值。喺 2017年10月26號。 我協助咗香港 BNI 成立咗第一個新界區嘅分會 Leaders Chapter， 由創會到依家，佢哋已經做咗超過8000萬嘅生意。有咁好嘅成績，同埋仲有一班志同道合 DNA Supporting Team 團隊支持之下，喺2019年3月，我哋成立咗香港第二個新界區嘅分會 Learning Chapter。我哋團隊嘅願景喺2021年或之前，協助800位中小企老闆、行業嘅精英，利用 BNI Referral Marketing 嘅 System， 創造30億新嘅生意。We create another business world with BNI.